精英杯赛事无疑是本地球坛里面作为培养年轻球员的重要平台，而作为本地体育传媒成长摇篮的 JSL， 就由2021-22 球季精英杯次循环开始，每场增设 JSL U22 Player of the Match 的奖项，旨在透过奖座和奖金鼓励表现出色的年轻球员。一众 JSL 学员亲身落场采访和拍摄，为球迷送上精英杯的赛事报道。各支球队对于新设奖项推动球员进步十分受落，亦都希望一众年轻球员再接再厉。虽然本地球赛因疫情关系而终止，但今季精英杯赛事有55位 U22 的球员注册，最后有53位有份上阵，合共入了22球。而当中的6位球员在不同的赛事里面被专业评审选出为该场的获奖球员。首先都即系冇谂过，但系咧人人都好想入，因为我未入过波，跟住好开心攞咗入咗第一球，跟住有信心，仲更加想射波，因为教练同我讲一定要射波先入到波。成场都满意嘅，咁我赛前目标就系、要赢波啦，同埋自己唔好失波咯，就系咁帮到队波，帮到队波赢波。我哋每一场波都有好多学习，要学习嘅地方，要改善嘅地方。咁希望我哋会可以睇翻要边度要改善，可以嗰度重点改善，继续进步。咁當然我今場攞兩個助攻同一個入球就開心啦，不過都覺得整體上就好多地方我個人可以進步囉，例如可能有時攞啲波即係啲基本功嗰啲再做好啲囉，咁幫到隊波贏就相當之開心。I was very happy that I was able to get the penalty because they've just equalized, and that penalty was important for us to gain momentum and get one goal lead again. 其实我哋都想喺比赛初段上半场早啲入波啦，咁早啲主导到个形势啦，咁希望快啲入波，咁后面踢落都轻松啲咯。时代巨轮不会停步，年轻球员都继续向前，希望大家逆境自强。 JSL 期望再次携手合作，为更多的年轻人创造机会。